今天我们来拆解这款二星难度的魔金马。它的外观很像一个，就是我们不常用的一个工具。玩法是把中间这个马蹄环取下来，三个环都是马蹄形状的，从这里直接取是出不来的。这是一个考验空间力的益智玩具，找到方法其实也很简单。我们用手捏住两头，像这样扭一扭，它就可以取下来了。装回去呢也是一样的。至于这是什么原理我不太清楚，只知道它和拓扑学有一定的关系，感兴趣的可以去了解一下。下面我们再来玩一款四星难度的魔金钩。现在你们看到的是它已经分开的状态了，这是我在无意间解开的，我研究了好久才找到装回去的步骤。锁门会怎样？